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什么玩具上面的零件。哟呵，那里还有呢，那里也有，把它们全都捡起来，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给组装起来。一共有五块，这不会是一个机器人吧？看，我把它们这个样子摆放，这还真的是一个机器人，让我把它给组装起来，然后再装这个胳膊。这一个怎么这么难装呀？根本就装不进去，难道不是这么装的吗？不可能呀，这边的这个胳膊就是这样装上的。再试一次，我晕，可算是装进去了。现在再把腿装上，诶，装腿可简单多了。组装完成，这机器人也太瘦了吧，看看它能不能站住了。真没想到它竟然能站立，还能变换姿势呢，朝着屏幕前的帅哥美女们磕一个吧。诶，我才发现它好像缺双手呀，你们看是不是呀？再来河里翻一翻石头，看看石头下面有没有藏着东西。这怎么啥也没有呀？往上游找找，诶，看看这里，这是他的手吗？怎么这么多？上面还有两个武器，一把宝剑，一把枪，拆下来试试能不能给他装上。哦，装上了，这个手势是在比赞呢。再换一个看看，这个手势是在指向一个方向。还有呢，再看看这一个，这个手势是在比耶，像不像拍照时候的你？再看一看带武器的，难道也是他的手吗？哇塞，拿上武器更厉害了，给他摆一个拿枪的姿势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酷？捡一块石头当做掩体放在他的前方，这形象一下就上来了，瞄准前方敌人开火。玩完了拿枪的，然后把剑给他换上，拿剑的时候应该给他摆一个什么样的姿势？哈哈，这个姿势怎么样？正在拔剑的姿势，真不错，这个玩具带回家。